火哥猛打图缘向碾师夺四连胜，果然是火哥超级火。昨天义大犀牛在热身赛出战拉米狗桃园，火哥张建明延续经典赛的好手感，主安三打数三安打，其中还包括一发两分炮，助义大犀牛最后以7-6险胜。除了火哥外，两边的经典赛国手也都表现不差，像是微笑小郭郭彦文同样单场三安打，林志胜更轰出阳春炮，显示状况调整的都不错。而犀牛先发投手林奇伟昨头五局仅被敲四安失两分，拿下个人热身赛第二胜，同时也是开幕战先发投手人选之一。昨晚飙出150公里速球的杨江赫斯则可能担任终结者。另一边，统一狮跟兄弟象也在台中进行热身赛，狮队嘟嘟潘威伦先发五局被击出7支安打失掉一分，但象队先发左投郑基宏表现更抢眼，同样丢五局但只被击出3支安打零失分，直到接替的林玉清在第九局被张泰山轰全垒打才失分，本场象队2-1收下胜利，同时也是官办热身赛的4连胜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